莉斯普莱特求嗨嗨，因为小珍妮佛穿这样。感谢小珍妮佛让克里斯普莱特有个美好的一天。他们出席赌城举行的 CinemaCon 电影博览会，替合拍的新片《星际过客》造势。I think the story is amazing. Jen is dynamite, and you know, I. And tickets are half off. Yeah.Around the world. They're not. 小珍妮佛穿贴身的黑色背心，搭配 Audie Vera 主持亮片裙，因为相机闪光此起彼落，外国媒体直接说她没穿 bra 甲，导致点点有点若隐若现。小珍妮佛曾因 iCloud 遭害，导致至少160张裸照曝光，她挺过艳照门事件，所以这种程度的唯一走光，只不会放在心上的啦。娱乐登新闻，到底是什么这么好笑？报道。